下午四点呢，国服又出了一个挑战赛，叫做黑暗时代战神挑战。OK， 不管挑战有多难，我们都以最简单的方式把它通关。这一次的挑战赛呢，也是非常的简单啊，只需要两步即可以拿下三星。开局呢，我们先把两边的城墙给炸开，然后下两个皮卡进去，把两个投石炮打掉，然后呢就四个地震把这个城墙打开，把所有的兵下在这里，皮卡、永王、女巫、超蓝、小蓝胖、野猪。猎手的话呢，先下一只，留两只先不要下，等里面对面几个英雄一起过来的时候呢，我们再下这另外的两只猎手。然后呢，援兵是一条大金龙，我们下在上面把那个投石炮打掉，然后这下面的话呢，直接给他们一个金身去报本，报本之后呢，就坐等三星。是不是觉得这一次的挑战赛呢，也是非常的简单？如果第一次这样滑的话呢，没有过关的话呢，那就再滑一次，一般的话是两次之内就可以通关。好的，喜欢的话呢，可以点个赞，后面有出不会打的挑战呢，都可以来这里找教程，我都会第一时间更新。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，拜拜。